不见了。我的帽子不见了，它是不是成了鸟宝宝的摇篮？我的手帕不见了，它会变成青蛙的船帆吗？我的纽扣不见了，它会变成星星飞上天吗？我的发卡小熊不见了，它是不是钻进洞里冬眠了？我的布娃娃不见了，它也许已经做妈妈了吧？我鞋上的蝴蝶结不见了，它一定是花园里那只最美丽的蝴蝶。